之前誒內地就話香港搞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嘅，咁今日啊林鄭好似回應咧就未有時間表喎，好似唔係好喐到喎，你點睇？喐唔到呢個好事嚟嘅，咁佢哋中央政府都有睇市場嘅反應嘅嘛。最簡單一句，你喐咧，好處你啊乜嘢都見唔到，壞處咧就砰砰聲噶啦。即刻睇到壞處。嗱，你邊兩笨柒啊？你問佢哋制定政策嘅人，國內啲人。呢啲形式之爭，但好處咧又見唔到喎。壞處咧就砰砰聲啦，所有涉及做金融生意啊，要提防俾你嗰個反制裁法嗨到埋，有事嘅咪個個唔肯撈咯。如果你啲大炮蛇烏蠅，個個目都係咁喎。咁我哋一提醒你，中央政府呢度有單位。或者外事部單位咧，你唔好搞咁多花神俾我哋習大書記投送先得噶，大佬。好簡單嘛，你即刻通過啦，咁用乜嘢啫？急啫嘛，咁撚多舉手機器，好快噶。一種好處你見唔見到？得個假象，壞處又多啦。啱笨柒啊！做下樣噏下先，咁都冇所謂，係咪先？係，係嘛？等於香港啲講法就係點啊？佢真係要立，但係立完之後點執行咧，係要好輕描淡寫去做嘅，唔使做亂巴閉。啱唔啱？少講嘢多做嘢，係咪啊？而家你好似變咗好似嗰啲農家產黃三白。咪梁山伯108行行路打劫啊，咁啊攞唔曬行行補錄啊啲咁啊，啲個形象曳啊嘛，即係你唔似政府啊，你似惡棍啊，知唔知啊？政府我有權喺手，我使乜同你重發嚟？儘量少講嘢，講講多啊錯多，啱唔啱先？避免恐慌。冇啊！你為政都不在多年啦。係真嘅。第二個有咩？第二個新聞？第二個新聞咧就係嗰、那個律師公會啊，《人民日報》咧就批評佢，就話叫佢好不務正業。係啦，搞笑啲政治。因為有人打電話問過我，今日都問我點睇。咁佢哋批評得你就話覺得你哋做啲專業人士咧參與政治太多。咁呢個咧就係而家你轉朝換代，佢哋嘅作風，佢哋嘅胃口，佢哋嘅口味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又有佢嘅自由。咁你認為你嘅組織真係有啲人係好多嗰啲參與政治好熱心啊嘛？咁你咪適度調節嘅，你咪調節咯。你唔調節嘅，咁你咪。佢政府唔同你合作，你又濕滯啊嘛。咁佢講得未盡冇理由嘅。你做專業人士就做專業人士啦。呢個係政治嘅形勢嚟，冇對錯。呢個係裝下問題。適者生存。個環境變到咁啊！你又要嗰個氣候、政治氣候變咗嘛？你一玩一唔玩就嚟啦！而家佢哋同你攤牌嘛。最近你睇佢哋執行啲政策好落力㗎。又咁矮又咁密係嘛？你就算你啲民政解散咗，佢都話仲要追曬你㗎嘛，仲要追究㗎嘛。佢有權去用到盡㗎嘛。但佢有佢嗰個理由嘅。佢點解要放過你啫？唔係佢有咩理由會放過你咧？支箭射咗出去啦，翻唔到轉頭，佢就做到盡。
係啊，做到足係。做到足㗎啦。而家呢個中央指示啊嘛，最高指示，邊個豈敢不從？你想去特區政府唔做啊？唔做唔得啊嘛，啱啱啊？所以大家你去到呢啲田地咧，你都要識轉身啊！咪睇下咁多啲嗰啲網台啲主持都要行開啫。係啊，行開又要收聲嚇，講少啲，好多都係。我哋冇行開添。係。因為我哋唔行開點咧？有理由㗎。我哋幫呢個黨國忙，一定留翻把反對聲音喺度。係，又必須啊！但我哋唔係目的放肆噶嘛。見到你有漏洞，我哋要講。即係好似變咗而家咩？好似我哋話，哇！嗱，桃園夾緊埋啲鬼佬裝你彈弓喎。你共產黨隔日即刻跳出嚟，桃園巴閉喎，咪裝到認一認咯。是啊，即刻要領人哋大使走喎，又 call 翻自己大使翻嚟。當然台灣嗰個統一咧係好大問題，重中之重，係人都知啦，使乜你講啫？阿馮係做事咧，唔需咁急噶嘛。事緩則緩啊嘛。留翻我哋中國嘅文化有留白噶。我唔知阿習大書記記唔記得有冇學藝術，要留白噶嘛，留翻偉大自己。咁呢啲真係你要教下，啲馬仔唔敢同你留白噶嘛。你習大書記要開聲噶，喂唔使急住嘅，有乜嘢定一定都未遲。定一定神先，係嘛？係，唔需要急於一時。唔需要，直情係冇必要嘅，冇必要。你留白好緊要，反對還反對都唔使嘈亂巴閉嘅嘛。係啊，呢個係對自己都好有好處。你外交部都係。以前周恩來咪有功夫咯。話真係正式外交家，邊度有話何而家咁面生紅啊？係咯，以前都有叻啲喎。叻啲有修養啲嘅。有啲棉裏針嘅嘛，鄧小平嗰啲咪棉裏針。係啊，談笑用兵啊嘛，啲習先生要學嘅，佢要跟啲老前輩學嘅。係啊，要啊，真係要。因為你一説話講過用咗咧，翻唔到轉頭。你俾自己講咗嘅説話咧，逼自己上台。逼住局住要死撐，因為要面子啊嘛。特別你話啲人出嚟代表個黨講嘢咧，更加危險。佢都講咗啦。習大書記焗住同你要撐，一撐啦，咁咪掹埋咯，係咪？所以講嘢唔可以太多，又唔可以過濾，樣樣都要留有空間。咁而家嗰個駐美嘅秦剛大使咪講得幾好啫？傾唔傾到件事，起碼大家都真係傾啊，所以大家都希望想傾嘅。咁你要有啲時間耐性㗎嘛。不要封了個門，你不可以製造障礙給自己。最緊要現在你黃溝部的黃毅之流啊，楊潔篪他自己沒有清除障礙，還整些這樣的吳石仲之流啊、金策明之流啊，製造障礙給個黨啊。是嗎？是他搬些石頭來塞住個門口啊，你好像間到自己出人不方便，對不對？人家方不方便是人家的事啊，起碼你自己不會塞在你自己門口，沒那麼笨拆的，出去 做外交真的很笨拆的。真的要學一下。不是啊，習大先生你要他們要看著下面班人，不要讓他們說話。因為現在對方是很多招數來捉你大哥。全副精神啊。他們很厲害的，他們站得很行得。好啦，嗱，區區三百萬人唔夠，走嚟玩招你咁嘅台灣辦事處，你吹人，咁又唔係出兵去，咁你有咩力啫？你嘈料冇拎用噶，你嘈咗兩嘈，佢又串謀曬歐盟總統話撐佢，歐盟又撐佢，咁你點？因為歐盟國家佢一個嘈咧，其他要幫拖噶嘛，佢嗰個合約，佢個歐盟條約啊，一個國家有時咧全部要一齊噶嘛，
所謂大件事嘛，所謂話啲速仔行先，你唔沉得住佢，你咪中招。啱唔啱？係。唉，好簡單。歐洲聯盟啊！冇冇，你而家你個世界咪你玩曬，同埋亦都啲企咪你行曬。啊，呢個係一個政治智慧嚟。如果要考你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嘅政治智慧嘅時候啦，你又要表演啊，俾我哋十幾億同胞睇下啦。係啊，展示功夫啊！唉，你真係要表演俾我哋睇下，大佬啱唔啱先？啊，係咁先。好，多謝博士。